台冲冲冲！来，画出来，请看。真的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来了，准备20秒计时开始。这 OK 嘞，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啦。快点，快点。最基本上还有方向。对啊，有方向，对不对？哎，很会画的。哎呦，这个线条的勾勒，哎呦，哇塞，有棱有角，这个线条的勾勒，哇，来不及了，重点出来了，重点，哇，哇，有像哎，哇，有像有像，小时候我看这个漫画，有像有像，哇，哎呦，成功好强，哇，不得了。你为了这个节目有去深造，对不对？有深造。我有去深圳，我没有去深造，我有去深圳。你有偷偷去学，对不对？有。你心机好重，上美术班，心机好重，对不对？不错啊。来，三位脱眼罩，30秒开始。哇，他第一轮就答对了，第一轮就答对了。第一个答对2分哦。哎，这个我好像知道哎。第一轮就答对。应该是一个文人吧。而且他穿的衣服呢，就是算是类似唐装之类的。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，好不好？不要来这一套。哎，他衣服跟你好像哦。不要跟我互动，你互动，你自言自语就好了。10秒。是这样写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。等一下，我说开翻了没有？1、2、3，开。哎呦，3个，哎呦，徐志摩一样哎，哎呦，哇塞，没有这样过哦，真的。刚刚我还有衬底音乐哦，没有，我是完全没有，我没有在听哎，我是在看他的整个神情还有音乐，对啊，真的看起来像就是写诗的人的感觉，写诗的人，文青，我跟你讲，赶诗的人呢，写诗的人，赶诗的人，像文青，写诗的人啊。啊，那你该写吴克群啊？对啊，为你写诗。你为什么写徐志摩？不是啊，这你从哪里灵感来的？眼镜，你没有从背景音乐听到？我真的发誓，烂掉，发誓我。如果你有任何你的思想跟刚刚背景也有连在一起的话，对，如果有的话就烂掉，真的。真的。而且他弹的是什么音乐，我根本不知道，真的。我这么老实的人，我刚刚一看就是眼镜嘛，对，还有那个衣服，哦，这种气质。不是徐志摩，就是徐乃麟。有落差，就徐志摩啊，有点落差。可你今天的衣服还真像，真像，你就差一副眼镜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年演明初戏的时候戴眼镜，真的是就是徐志摩。哇塞，你那个眼镜借一下，他那也差很多，好不好？让大家见证一下我的身份地位，戴这么烂的眼镜。不要这样，道具，对，试试看。这个，他一定要有种圆的，才有那种明处的那种。有圆的吗？有圆的？没有。有啊，哇，有学者的感觉，有哎，有哎。你看瓜哥主持节目的时候，常常想戴个眼镜装斯文。等一下，不要，干嘛？你戴一下，快点，不戴，干嘛？像哎，你的服装蒙学员呐，好像哦，真的哎，啊，召唤助哎，召唤助，他那个高高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对，戴眼镜，海狗，好像蒙学员，好像啊，米亚西吗？米亚西，对不起，你都不是我们这年代。对不起，那个贡献用不衰啊。好像，谁刚刚说要拿眼镜给我戴？他，别再摇。徐志摩，你为什么徐志摩？一打开看到一个文人啊。你少来。真的。背景音乐有没有影响到你？没有，完全烂掉。我发誓烂掉。他没有烂哪里？我认识徐志摩歌不是这首。是别手，哪一首？徐梦成一支长篙，像青草根，情愫满锁。我还真不知道。就是另外一首歌，也是他写的诗。对，是这首，我认识的是这一首。另外一首，刚那首我不认识。真的假的？在别康桥。对，在别康桥。那这一首，哦，这么厉害。阿健，你知道徐志摩很会弹？我知道啊。徐志摩在哪里读书？告诉我。在英国剑桥大学。哎呦，哇塞，他真的比张文琪好太多了。他有被人输呢，这样比较呢？张文琪，不要来，就派你来搞百事传播，就靠你了。我怕他真的，百事传播因为你洗刷了很多的罪名。是，请问
徐志摩在这个剑桥大学，是他读的是什么系？啊，读的什么系我不知道。Psychology。 真的吧？真的不知道了吧？嗯，但是他写过的诗我很喜欢。讲的吗？讲一段，随便讲一个。其实那个我是你天空里的什么什么云，对不对？你的一片云。所以刚才这衬底音乐有没有影响你啊？有，有影响。诚实吧，要不然我刚才说烂掉，因为他怕烂掉。对，我怕烂掉，我诚实。该烂掉是阿健老师。谁叫你弹的？手烂掉，太过分。这两个毋庸置疑的，因为他们说如果真的没有因为背景音乐影响他们的话，那是对的。真的，他读哪里写什么诗啊，还是唱什么歌，我身边都不在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。如果认识他那么多人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来，那你要相信他。他是真的知道，他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刚刚他讲另外一个，我还真没听过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厉害，大爷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。算了哈，影响到，但是呢，三个一致了哈。可恶！恭喜答对。耶！厉害哟！很厉害啊！要威武啊！竟然得两分了，超像的，其他画很像。很好，好，今天我们恭喜陈志队获胜。耶！爱情文人，联想联播。开心，但是今天怪了。啊，怪了。怎么就我们两个站在这儿？开心是因为开场有些不同，可以的。我们的跟广大的人力市场一样。哎，我来自黑龙江的，广州跟成都的朋友。那个两位干部，你们可以先等一下再进来，好不好？谁在讲谁？今天呢，就是说呢，因为陈真队呢，有点不服气，他们十赌八赢啊，十赌八输。我们也不是说不服气啊，就是不想认输，不想认输，因为输的感觉很难看，来，好不好？简单说，不想选兵选将，点兵点将啊！来，哎，我们这是九个人哦，说有一对四个，一对五个哈。来，简单说，简单说，不，一定我赢嘛！来，大牙过来。哇塞！你选一个，你先选他。被选到的好像很笨一样。大牙够聪明啊！可以从男生开始先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算先选耗子好了，耗子。哎呦，选耗子啊！想就放心了。哇，有你，我就好怕你在我这边。没有，每次都很烂，好不好？我好怕你在我这边。外战，外战。我说不，你看都是我赢，光猜觉得猜不赢我。那 L B， 耶 ，L B 啊。我那么笨吗？哎，奶哥不能专挑身材好的选啦。你像我们情何以堪啊？那个，我对，我对。好了，谢谢阿翔先来，阿翔先来。不是，阿翔先来，阿翔先来。阿翔先来。我们怎么都是男的？你要说不，你看都是我，随便猜我一个。队长，奶哥，咬牙，咬牙，咬牙，来点男生。哎呀呀！我看来不好好表现一下是不行的。来，马国杰，哎，我说来，马国杰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那个新朋友，新朋友啊。侯维轩，哎，侯维轩试试看，因为他刚第一个主举手的，这样子，来呗，抱住手，不，那时候不，我要不，好，哎，终于终于换我赢了，选我，那个布丁姐姐，布丁姐，你让开一下，来，谢谢，脑子都大好，哎，保养的比较冷静，好不好？对，你选一个，对啊，不然这样子啊，我们两个猜拳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这咱是我们两个，我们俩猜，不是，你们俩猜拳，有一人是多的，输了先回家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布丁，我选完，那多一个怎么办？多一个，当裁判的话，多一个，另外再猜。来，布丁先过来。喂喂喂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你的舞台，是你的舞台啦！你应该想不到你会站到最后吧？对，我真的想不到。哇塞！最后一个是多的，来。选到说不，你要说不，哎，还是我变？没有，你选择是你要还是给对方？没有了，应该是输的要了。要选择权，不要这样糟蹋人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马国贤，谢谢你先坐着休息。我们要公平。好了，马国贤过来过来，我赢了啊！谢谢。好，两队整队比。你现在还要比吗？不用比了，这样不用比啦。光看阵容都已经输了，你哪里？这什么话？我什么话？要不然另外再差。
差20000块，哎呦，请工作人员吃晚餐，500就好，私底下500。2000，500就好，500太少，1000，2000，哦，2000，没有，不要拖我下，我们少一顿，不要，500你1500，赌啦，打勾勾，啊，一定要赢了，啊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来，陈日先攻，这位，今天我们是选兵选将啊，哎，这个。这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是，好不好？哎 ，A 什么 ？A 下面是 B，A 什么？我说 A 什么？这是 A 级的队伍啊！哎呦 ，A 级的队伍，这可是个命运的锁链，把我们绑在一起。对，阿翔猜啊，阿翔猜就厉害多了，可以啦，真的，因为其实我之前跟制作单位说不要叫我猜了，没有意思嘛，我每次猜我都对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我们要为什么？因为有耗子在，不是我们要帮陈哲哥，对，帮陈哲哥干嘛？对，因为他都一直输啊，不行啊，我们这一队要什么？什么都一直输，比较常输，一直输。那问题是，你们这种阵容跟我这样啊，差很多。哎，拍供，那么拍供，我真的不知啊。哇，你这些花枝招展的有什么用？你以为？我告诉你，哎，光是我要带得出去。就已经不得了，真的，真的好平常啊！你在比怎么啦？你那个能带出去有什么了不起？我都能带回家。听好，我跟定你了。来了，不要耍嘴皮子了，准备了，耍嘴皮子。今天任何人不能打 pass 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看紧一点，这单元谁打 pass？ 看紧一点，严格控管。来，我们今天这队两个女生都是第一次玩，抽一个。他已经抽中间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先抽到了。哎呦，简单简单 ，OK。放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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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水。他们超放水，他们在紧张了。他们是反应，哇塞，太空车，小腿挂胳膊 ，Super Super。好，来准备，这么简单了，随便打。来了，我跑很快，然后我很快回来。今天有没有拼的？立刻回来，立刻回来，立刻回来，也太快了吧！我还想。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两个字。喷了以后，它是种礼仪，而且味道很舒服。我每天都会喷的。女生非常爱的东西。太简单了。哇，真的运气蛮好的，蛮会抽的。哇，这算是那个先持得点的这一题。你也不要太有把握。先给我们点机会嘛，好不好？先给你们机会，给我们点机会。所以我先要让一分给你吗？不是让，我就给我们机会，让我回顾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是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没话了。第二位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喷了以后，喷了以后闻起来很舒服。喷了一下会很舒服。喷了以后闻起来很舒服。喷了以后很舒服。来，我每天都会喷。你每天都会喷？你有那么好的体力吗？你在讲什么？我不太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他会喷。喷口水，他没那么多的体力，他可以喷那么多水。这样，曹雅文，女生都很爱的东西，女生都爱的东西，对，两个字，嗯，每天都会喷，喷了以后味道会很舒服，对，女生都爱，对，请说，香水，香水，恭喜 pass， 这什么烂题？这种题目，连幼稚园都会出来猜，你们棒棒，他们掌声鼓励，你们棒棒。这有点，这有点简单呐、啊，这太简单了，真的不好意思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这好简单的题目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换位置，换位置了，而且阿翔继续，我们女女换，男男换，女女男男，真的很简单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好开心哦！好，马上是第二名，坚持得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容易了吧？真的，真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接下来让他抽这个，让他抽这个，让他抽这个是吧？这个，真的吗？第二个可以啊，我一定会设计他抽到这一张。怎么啦？来，请抽。我太厉害了！不要再放掉，放掉，不要，你先抬高会看到。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什么？啊！
来准备。哎，你要慢一点啊，这比较难哎。太难了啦。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男子。超不一样。超不一样。男子。两个还好吧。准备。别想太捧，准备。Let's go！ 哦，好紧张，不能打对，不能再打对，压不大了。不能开始。来，准备，联想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两个字，黄色的东西。讲什么东西啊？你吐出来，黄色的容器。吐两吐脏。哎。快卡住！好，哎，广东 tempo 都过了，广东 tempo 都过了，广东 tempo 都过了。好，来，第一个，皇上要用的东西。皇上来，第二个，吐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而已。好了，黄色容器，来，吐出来黄色，吐出来黄色容器，是一种容器，没有讲是一种，不要多就加扯。没有讲是一种，要严禁严，有位要严禁作弊犯规哦。要来这一套，要来这一套哦！哇塞，你不要讲话，来跟你讲，你喂，他没讲，吐，他说的吐，好来，咳嗽和咳嗽卡住，好，卡住，五秒，等五秒，四，三，四秒，对了，快，第三老虎，对了，站住，等一下，分什么分呀？那个主持人，你冷静点哦，主持人，你冷静。等一下，现在才开，没有人讲几个字哦。两个字。有啊，第一个就讲了两个字。不是你刚刚回顾都你自己在玩，我都没有听到。你说你那边玩，你要露头了。你自己那边，啊，露。这波才叫。没有错，我说吐了。你有讲吐了？我说吐。他讲吐。吐掉了。我说吐了。不要再给我加持。我说吐，你说吐，没有了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韩语，韩语，韩语什么？韩语哪种鱼？韩语哪种鱼？哪种鱼？那个月黑风高，韩语夜遁逃。那是韩语，这不是我讲的哈。我讲的是韩语。韩语是？韩语就是。是在哪里？在河里还是在海里的？不是，它就算是在泥沙的那种地里面，有没有？然后它会弹鱼，弹涂鱼啊，弹涂鱼，不是的，弹涂鱼，不是的，弹鱼的，吐痰啊，要拿个东西啊，容器啊，黄色的啊，吐痰卡住，好难过哦，那个卡了，所以他讲不出来啊，对，弹涂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再下一层。韩语，恭喜答对！马国贤来啊，是让大牙猜，这可以想象。我只是让马国贤先坐一下，起来。你休息啊，休息啊。这是一个黄香温背的道理。这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杀鸡焉用牛刀。哎呦，哇塞，你讲的太好了。OK 的，这样子我就舒服多了。是 OK 的啊，我们再加他两层了。对，中间。三点的。中间。第一集就让他们大牙，别那么紧张，就让他们知道怎么办。我压力好大哦！哇，天王，天王，别怕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后面三个都很难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天王哎，这个会有点难度了，比酒高的香水很简单，太简单，一句就可以把它讲到了，很漂亮，真的啦，不难啊，很容易讲到里面的字，哎，怎么讲到？讲到里面的字就没了吧？慢慢来就好。哇塞，这么快！太简单了啦！太简单了啦！预备，联想 tempo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四个字跟工作有关。你生小孩的时候不要上班就很有钱啊？不要上班再有钱呐？政府的一种措施。很简单，完蛋了。有讲到吗？我讲过了。
来，不急哈，不急，帮他回顾一下。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，没事没事。你说的是四个字跟工作有关，四个字跟工作有关。第二位，你生小孩的时候不用上班却有钱拿。你生小孩的时候不用上班却有钱拿。第三个说的是，我想不用上班有钱拿。不用上班，差不多意思。差不多意思，有钱拿。完了，第四个说的是政府的一种措施。政府的一种措施，三十秒计时。这题很难。这题干嘛？这题太难了。哎、欸，不讲话，不讲话。哎、欸，不要对看啊！我刚刚就只看奶哥啊，我刚刚只看奶哥。四个字跟上跟工作有关，工作有关系，而且跟上班有关。然后说生小孩，生小孩的时候，那没上班也会有钱拿。所以跟它是一个政府的措施。所以是产假。不是做领干心。10秒哎，哇塞，好快哦！哇。5秒准备倒数，我刚刚也被逼的，对，好紧张哦。对，我刚刚要讲好久，哎，时间到了怎么办？大爷，没关系啊，不要有压力。你这个很脏啊，不要去咬。对，再也不要咬。你现在有答案吗？答案是，有点难的。真的很难哎！你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四个字跟工作有关，工作有关系，是政府的一个措施。不上班也有钱拿，生小孩没上班也会有钱拿。现场5秒倒数，哎呦，五、四，哦，时间很久，三，哇，给他大概1分钟了，一，可以哦，时间到，他有答案了，答案是，答案是政府的措施啦。所以签到，你不要一直供啦，你起来，然后你过来要供下啦。他就是啊，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讲不出来，我被你们逼了。现在讲不出来，要等多久？你告诉我，来。所以他是跟妇女有关系的嘛？我不好说。到底是跟妇女有关系，还是跟妇女没有关系啊？不好说，跟妇女没有关系。跟妇女没有关系。他不知道。太难了，还没有上班过，就是待业停薪，待业停薪，待业停薪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工作保存着，但是没有钱拿，对啊，是待业停薪的意思，他不会讲那四个字，我讲，工作保存着，这讲没有钱，这比较准，对，工作保存，工作保存着，但是他没有钱拿，就职停薪，漂亮。对呀，就职大典有啊，就职大典，留大平行，就职大典，这样说嘛，对啊，来，请喷，哪会有钱拿平行没有？你一讲生小孩就完了，对呀，你讲生小孩会误导，留职停薪，来，请换位，换位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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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位，要换人来猜吗？要放很难的这个，真的，谁休息呢？至少讲出就完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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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猜，大家猜就好了，大家猜就好了。对啊，好，我也休息了。来，很容易讲错啊。我来做，工作还在，但是没有钱拿，这就很清楚。真的，这个清楚很清楚，清楚很多。来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我太仁慈，你太仁慈了，先抢分再说。还有这种，来，我这张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是不是？是，可是刚才好像就是从你开始做的嘛，是。我太想好好表现了，太想好好表现，太想好好表现，太想得分了，讲，我觉得简单了，啊，一人一题啊，哎呀，一人简单多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他们答不出来，来，这还答不出来，这答不出来，可以的，没办法，请看，假的，哎，不会讲到里面的字哦，不要犯规哦，很容易哦，很容易讲里面，很容易，太容易了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不要拿我好不好？没。联想 Temple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两个字嘴巴里面的，有你的名字在里面，超神经的旁边，我超神经正的咬什么？漂亮，这个 OK 的，来，很容易讲错。第一位说的是两个字嘴巴里面的，嘴巴里面，嘴巴里面的。第二位说的是，里面有你的名字，里面有你的名字，我叫大牙嘛，所以跟牙有关。抽神经的旁边，抽神经的旁边，不用加，冲绳的旁边是哪？冲绳是 Okinawa， 冲绳旁边是 Okinawa， 冲绳旁边说的是 Okinawa， 恨的时候咬，琉球什么？30秒，抽神经的旁边，所以有可能是牙龈、牙根。
还有什么？抽神经的旁边。抽神经的旁边，牙龈。嗯。牙旁边，牙根。恨的咬牙切齿，咬牙根。啊！十秒。哎，七秒啊！哇，差不多了，这差不多了。五秒倒数。四、三、好。时间到了，完了。答案是牙龈。牙龈。还有没有答案？牙龈。牙什么？牙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牙根。怕冰的。咬牙根是，比如说抽神经的旁边，很难猜，牙根不要比有误导了。抽神经的地方就好，不用旁边了。神经是抽牙根啊，神经的旁边抽牙根，就是好啦，抽神经的地方。对啊，下两瓶应该换掉。我想说是抽神经的旁边的牙根。好险！而且从说这个答案里面有你的名字，就已经去掉很一大半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牙？牙根。二比一，罗给他吐。猜牙龈要下手。双手交换。好。二比一，他们只要两个都对的话，我们就五输了。耶！哎呀耶！嗯。耶什么？你说他们两题都错，我说他们两题都对了，我们就输了。耶耶什么？对，我听说两题他们都错，说他们就稳输了啦。我听说。哎，我剩下的题目，你怎么又做第一个啊？可以啊，对哦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，你专门要讲几个字吗？好啊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很紧张哎。没啦，反正我们就四个都会轮到啊，你们有五个人比较少轮到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他 OK 了。我们五个人也当四个人用啊。我们有四个当五个用，你不是四个人当五个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五个当四个用啊。这你选的，对对对，你都开赢的。刚刚是我没有下去，还要怎样？我让这样的还要怎样？可以。来，没有没有，来点呢，不要太难了。一定是难的啦，不要太难了，很简单的。我真的假的？三题里面最简单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是真的哎。我靠！完蛋了！但不一定，但不一定。你要准备一点。来，准备，太简单了。蛮难的。准备。联想 table ready， 我还没有，才快。什么？来，准备，联想 tab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骗钱的，啊，骗了他有罪哦。好，打一三会被关，关一关。三个字骗的话会被刷起来。什么？各位观众，这看似雷同的四个提示，能帮耗子猜出答案吗？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